所以来听歌天团五月天五月天和中国网友自己讲是假唱，为了替本身的八岁五月天呢，在这个八日时间七七暗时，在 IG 直播，没有大家听到五月天五月天上爱真实的声音，所属的相信音乐嘛，讲假唱的代志拢是谣言。阿信拼生命演唱，就是要飞回假唱真意。五月天巡回演唱会上尾站来到巴黎。巴黎巡回场声音敢那有较细，和阿信的声看过伴奏，甚至搁伫咧各大社群平台直播，和全球的歌迷见证伊的唱功。阿信搁雄雄把麦鼓扛倒来。我也不使用话筒麦克风。大声向歌迷表示，演唱会敢那是 IG 直播，就有6.2万的歌迷收看。现场歌迷更加相信也伫咧手咧，线顶歌迷嘛拢留话收听。连国际媒体 BBC 拢俄罗五月天是伫咧中国发展上成功的台湾艺人之一。伫华语乐团，会使讲是 Maroon 5 Coldplay 专辑的乐团。国讲到台湾和中国关系紧张，中国市场对台湾艺人来讲是愈来愈有挑战性。那一共32首歌，《盛夏光年》只有主歌部分是真的，剩下的都是假唱啊。中国音乐网红麦田农夫讲，11月到12月演出，经过电脑鉴定有假唱的嫌疑，已经报告中国消费者协会。根据中国的商业法，是禁止艺人假唱，若是经过查证就会开单，而且未来主办单位和艺人全面禁止表演。对假唱的争议，五月天的经纪公司嘛正式驳回，阿信嘛和歌迷发现偷偷啊伫咧吃目屎，和台下的歌迷真唔甘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